哎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，我总是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时间开台。来了，文样教科书又来了。文样教科书的这个威名远播啊，大家知道，给我点文样，通常都会有好的结果。今天帮他文样洗的结果就是全部提升一点，大幅的提升。我怎么又开台了？因为大冬天说要帮我点吗？想说给他点也是浪费钱，不如我点好了。28000，他这应该是要 all in 的意思哦。冬天就是狂啊， all in 你刚好啦，说707给他，他找我开，我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要帮他花钱，直接抽卡，直接进入抽卡环节，来开点，自信之点，第一招，来，刚刚隔壁台的嘴的好凶，哎，我就全绿，他就蓝，三小。其实不用管别人嘴什么啦，他们嘴你就是想伤害你嘛。那他们越嘴我，我热度越高。你没看我 YT 直直上升的营收吗？目标200000台币，目标7000美金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风车支持我的观众们，谢谢。我靠，当 YouTuber 月收200000的梦想就交给你们，虽然大部分要给骗师啦，哭哭。谢谢风车，谢谢风车干爹，谢谢那群观众，每天还帮我来刷个广告，看个流量，然后按个到赞，愿意吃完我广告，我就叫干爹了，好不好？土波哥的薪水就靠你们，土波哥的薪水就靠你们。喂，为什么都是蓝的？为什么都是蓝的？蓝的，又补卡池，又补卡池，看到没有？直接负重加200，塑金啊！这张我还没有，直接帮他补啊！来收藏，先填起来，还可以写，还有什么好嫌弃的哈？对不对？嘿，一次开完，干滑过去，这个紫色的东西，不滑过去，这个节奏，我觉得，这个节奏。来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又提升了，各位兄弟，又提升了！哈，我就问你们，哈，有看到这个提升吗？有看到吗？哈，几个卡池？我今天开这账号补几个卡池？帮他合一合好了，随便合来，随便支开，一张蓝，又补卡池，哎呀！外表轻松，内心严肃，好不好？又补卡池，又补卡池，远距离回避无视加一，还有什么 ？HP 又加20喽，血又提升了。来看清楚，随便自蓝，随便自蓝，嘿，自信开奖，又蓝色，随便自红，来，随便来了，随便自开，红色上起来，感觉一堆红色有机会，随便自开，又闪红色啦，哎呀！今天大冬天做梦也会笑啦。干妈不说话，是不是去处置的也有可能？来，今天重头戏来了，会找我文样教科书啊，一定是遇到了一些没有办法突破的挫折。我看一下他有什么文样要做。哇，这个零50000点，好轻松啊！来，不好意思，演算法带你来这里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台？台服唯一技术台。我跟你讲，认识朋友啊，就像看一本书啊。你今天认识我，你就等于看好几本。我们这边是天堂 M 游戏里面的文样教科书、点装教科书、收藏教科书、合卡教科书。来点这个文样，看清楚，60.85.4啊，这太棒了！直接点双跳三，随便支开，1、2、3，随便支开啊，就是这样，就这么简单哦。再洗，哎呀，6.7.25.5，很好，来随便支开，随便支。开！哎呀，跳二啊，两次跳五啊！大冬天，看来今天应该做梦都会笑了。今天怎么回事啊？70.95.5啊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好，来随便支点，随便支开，开！嘿！哎，跳一而已，没办法 ，OK 啊，72.7，哇，这超好，这个啊，随便支，开！嘿！果然打回原形，没关系，没事的。洗不到5.5，我右边那个要洗5.5。76.5.3可以啦，随便开啦，随便点，随便开，夹，嘿，阿干，5次跳8哦，好像也没有特别屌，左边洗个气息好了，4.4啊，就这个啦，随便啦，随便支，开，嘿，各位观众，一切就是如此的随便，来了，随便支点，来跳个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来喽，随便支。开1点2点2点啊！8442，来就这个，来跳三，随便支点，随便开奖，嘿，1点啊，求了，今天又是一个820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好啦，又要跟他拼了，只能拼三了。最右边洗到 4.5 就对了。来来来，就这个啦， 4.5 的机会拼三，好不好？妹妹不要来看台啊，那个姐夫要生气哦，姐夫要生气哦，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，来随便指点，就这么随便啊，这么随便，来随便开，随便指开。好苦哦，九次跳这样啊，再点一次好了。怎么样？好好险，我们有六张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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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随便啦，随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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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跳三呢？三小啊？哎，这个跳三呢？干，超好的啊！我最后随便点跳三呢，九十十一。哎，不用洗啦，这个等他再点一点，干这个就好了。哎，还不错啊。哎，怎么办？第一次就这样。好啦 ，KPI 达成啦，之后补一。还有六张哦，怎么办？我们一张都没用到，第一次就这样啦，就随便啊，随便一点。洗个伊娃好了，反正这个家伙好像也没什么在喝水，还是洗攻击。给你们选啦，伊娃攻击，你们选一个。选伊娃的打伊娃，选红纹样的打红纹样。红还是蓝？洗哪一个？洗哪一个？红，好，我就洗红。直接洗掉不啰嗦，直接开始。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就是这么屌。来，你看5.4这个直接开始，来自信之点，来随便支开，1、2、3、1、2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样随便啊！来65%，随便支开，随便支洗，有没有？大龙天现在应该笑到合不拢嘴啊！江湖人称我亮江湖，就是我有能耐嘛，我哪一次花到赚？没有嘛，随便支开，没有嘛？你看三次跳舞，来你看随便支洗，随便支开，来跳三啊，1、2，看怎么会这样？那个大家我跟你讲，洗纹样最怕自己乱了阵脚，像我一样啊，这种稳重的男生啊，女生都喜欢。你看随便自洗，丁丁说我学他，哇，是谁学谁啊？我一直被模仿，不怕被超越，谁学谁啊？丁丁，哇，哎，75.153，哎，这个应该可以了，来随便自洗，嘿，随便自开，1、2，干球了！我等等会不会翻车？我跟你讲，这些年来多少人觉得我会翻车？我一再一再的用我的行动啊打到你的脸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是这么的痛哦，好不好？这后面已经随意了啊，不跳两个三已经没救了啊，没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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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支点，随便支点，九次啊，这真的烂，来再洗一次，机会还没来之前我们都不会放弃，来61.8直接洗了，直接，哎来了来了，机会来65.4哦，哎这个应该有64吧，这个应该可以来。大冬天最后91收场，我跟你讲，这六张我一定八起要95，一定八起要95，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？一定要5.5啊！我需要一个跳三啊！只要他跳三的几率爆发出来，这个纹样就很轻。我跟你讲，纹样的重点是什么？是跳三，你们都错了，不是什么跳二。纹样的重点一直都是跳三，像这68.8、5.5，这超屌，屌炸天！随便指点，嘿，随便指开，看到没有？各位观众，一波欢呼，一波尖叫，大冬天。啊，我就说嘛，洗纹样的关键是什么？头发现在趴开啊，给你掌声吧！纹样教科书该刷起来了吧？可以刷起来了吧？三次点到多少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三次点到7啊！大龙天在喊在，有看到你的纹样吗？纹样教科书，好不好？明天自己送饭到我家来，好不好？哎，75%，5.5，这太好了，随便指点，来看清楚了，已经保底了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哎，随便支开，哎，随便支开，来跳三，哎，随便，各位观众。1、2、3、4、5，各位观众，明天要吃什么？明天我想看我明天要吃什么，有点想吃龙虾、鲍鱼、鹅肝酱。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啊，我只是小资族的救星。丁丁应该请我点，丁丁啊，哎，丁丁我就说他今天晚上如果有来我家，我们一起开台，他的纹样就不会是什么死15啦。你看清楚，随便支开，嘿，随便，来，随便啦，哎，各位观众，土拨哥在不在？土拨哥有精华可以剪的，土拨哥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看来找我点文样了，点不完了啊！随便指点，各位观众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各位观众啊，文样教科书啊！哎呀，5次点到12，这保底吧？这块可以保底满了。哎，大龙天，来随便指点，来随便指点、啊。我不会点到6次15阶吧？6次15阶我就吓到了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点这个东西啊，叫阿明来点啊，不可能啊！阿明的 super power 啊，跟那个冰天是一样的，啊，就是 rich， 他们只会用钱去点纹样，我不一样啊，我有技巧 ，I have skills， 超能力没有错，钞票的钞来啦，嘿，跳3点，哎，只跳一点，没事没事，再找个4.5的来点好了，轻松洗，轻松开，86.4、4.3，哎，随便指点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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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姐夫指点。开奖！嘿，哎，各位观众。
保底可能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啊。哎呀，文样教科书啊，文样教科书啊，好不好？我说文样，你说教科书，文样一波教科书帮我刷起来啊！怎么办？75了，哎、欸，这还要点吗？这还要点吗？我还有16000点，怎么办？我还有3张可以洗、欸。其实就整体的结果来说是算不错的啦。好啦，黄色先点上去了，这黄色是被打架的时候的关键，好不好？文样教科书最后的战役啊，来87.5、3.5，这很好，完美的文样，来开奖！哇操嘞！哇哇靠！跳两点哦！哇！冬天啊，你这个真的要感谢我啊，你知道吗？14次21阶，这个大概要洗5-6万，算了。12次19阶，干这超好，今天真的是一波提升啊！我今天这两个文样帮他点价值啊，绝对超过20万赚啊！可以这边可以跳13次耶，就几率来说，这个要保底满很容易，没问题关台哦！谢谢大家晚上的收看，大冬天机体一波提升，再见啦！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啊喜欢，不喜欢啊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，啵啵。